你扣脸怕吗？你看好不好？你看一下这个男生来的，啊，听一下。你扣在我心目中，是一个很可爱、很好动的一个女孩子。你扣在我们浅见的心目中是一个，小霸王，全部人都会疼他，他教育上我们就会冲着去那种妹妹。为什么的？因为他跟我们的年纪相差会比较远一点，所以说我们小小就看到他 baby 穿尿布这样子，到现在长大这么大还在台上做本领唱歌，进到决赛这样子，都我们都很疼他了。OK， 就是你扣的两位姐姐，你扣，什么事？哭了吗？他说你是在家里的小霸王哎，每天都很任性吗？小时候了，因为。小时候我跟我家人的那个岁数比较相距比较远。那么大姐大几岁？四岁。二姐呢？八岁，然后哥哥是六岁。然后他们去做工的时候，我都因为都说我家里是比较穷，所以全家人去做工的时候都只有我一个人在家。真的？嗯。然后你一个人在家在什么？一个人，真的一个人吗？真的一个人在家。你自己照顾自己啊？嗯。我其实我初一就出来做工。比他更糟，对，更非法。你做什么？初一的时候？我初一的时候去我妈妈的做的那个工厂那边帮忙做剪布的。哦，剪布的女工。是哦 ，OK。但是你是开心的。因为我觉得，其实我小小的时候就很想，真的是小学当我懂事的时候，我就知道。这个家真的是很难撑，因为没有钱，然后，所以我小学的时候读书我都要读到很好，拿奖学金，一直拿到 college。所以赚钱是你现在的目标吗？不是，不是，绝对不是，因为我觉得赚钱不是最重要的。OK， 好 ，K 有另外一个人要跟你讲话，男生来的。你骗人，刚才是说男生。你听一听这个男生，就问他说，到底你是不是真的这样喜欢唱歌啦？他了解，自己是小啊就要唱歌这样啊。OK， 他小就喜欢呢，爱唱歌的，你有没有反对他唱歌呢？没有啦，完全没有反对他啦，支持。支持咯。好。也是一个辛巴啦，K 的爸爸跟妈妈，听妈妈说 K 爸爸也是很喜欢唱歌对吗？对。所以也是听说有参加比赛之类的吗？爸爸没有参加比赛，但是爸爸从小到大我只听过他唱一首歌。什么歌？就《榕树下》。很喜欢这首，每次在什么宴会都会大歌一叫给你。他其实他很想唱歌，但是他不敢站上台，每次都被我作弄，我点他的名字上去唱。然后他有唱吗？都会有。我觉得现在爸爸有。看到你在台上，他也觉得引以为荣啊。对，但是还好，就是他们不会给我压力。好，继续加油了。好，好。那我又问了 Nicole 的姐姐，有什么东西是他们顶不顺的？看一下你有什么东西他们顶不顺的。顶不顺可能是有时候你会太过霸王了，因为你讲什么就好像人家就会听你的。我想跟你讲，就是你讲的东西我们未必要听哦。其实我们全家都蛮支持他的，因为基本上我们全家坦白讲我们全家的硬质都很蛮不错。我爸妈到现在还是有去参加歌唱比赛的，而我本身也是之前也是有唱过歌这样子的啦，说他有一点遗传到，而且遗传到青出于蓝，说希望他能够成功。会噻，青出于蓝啊，叫你姐姐啊，全部都参加乐龄比赛啦。我姐姐还没到岁，好巧力，全家人。但是呢，刚才不是说有一个爱情的东西吗？只有你传 Will 不了吗？没有人其他人传了吗？他们其实有时候对 Will 有一些评语，听一下。我要大声一点，这个。他们对 Will 有什么东西讲？来听一下啊。那 Will 都很可爱啊，考虑一下的。可以考虑一下未来这样子，可是那个不是 Will 真的很失望吗？这样子，姐姐原来有另外有其人，所以呢，下次他们去哪里做 roadshow 的时候，你要跟他们去，然后望一下你哭的眼睛望是谁，K 的眼睛望是谁，你就知道那个男生在哪里。戴帽子的，怎知道？你再去到 roadshow 全部男生戴帽子，那就是我了这样子。然后最后呢，他们有一些话想跟你们说的，所以呢。你们就听清楚 K 你爸爸妈妈要跟你说些什么东西咯。好，我希望 K
多多加油努力，然后就达到他的梦想能够成功。好，小妹加油咯。耶、yeah, 真的要加油了。好，那 Kenny 有什么话想跟爸爸妈妈讲的？就叫他们不要担心我、啊、因为昨天病了他们很担心，就特地从巴生载我回，就载我回去看医生再送我回来，对，他们就很担心我，一说我喉咙沙了他们就真的是吓到了，我弟弟我妈妈我爸爸姐姐都上来了、他们都希望你全力以赴啦，对，就希望我以最好的状态去做表演。好，什么你想跟德玉妈咪说？就我会好好加油，就看这个星期的比赛，我希望不会让你们失望。好，你扣到你了，看一下他们有什么东西想跟你说啦。你扣，你要加油哦，都我们全家都会支持你。都其实无论是赢是输都好，其实你已经赢了。其实我觉得你在我心目中就是这个是最棒的，但是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要加油，怎样都好，我们都是在你身边支持你的。耶、yeah, 你有什么东西想跟两位姐姐说的？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好、oh, okay, 就唱出来咯。我会加油的，真的。OK，、真的，这场比赛对你们来说真的很重要、女冠军就会诞生了，这样子。那会加油了。好，当然说听到你有什么话讲？还有不用担心，我生病了。我会自己照顾自己。其实我很乐意了。因为固执。他们都说我霸王就是这个样子，因为我生病我都不爱去看医生，因为我觉得我会照顾自己这样子，然后不用你们担心这样。OK， 明白。你看，这两个真的很得救。